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我带荷花街是自行车巡游，昨天来到了这个湖州市，现在是早上8点钟了，这个荷花街还没有起来，我现在又赶紧把它叫起来呀，不然的话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啊，等下围了很多人过来看挺尴尬的。黄姐，快点起来呀，还在睡觉，赶紧起来，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啊。荷花姐姐终于起来了啊，现在我们收拾一下啊，这个东西去吃早餐。今天的早餐就是吃包子啊，买了5个包子。荷花姐，你怎么才吃两个？两个吃不饱，我看那边有卖油条的，我要想吃油条。回过去的话喜欢吃这种油炸食品呢，什么豆角呀、油条呀，这个油炸的尽量少吃一点。你吃这个包子，我现在已经是把它吃了3个包子了。你再吃一个嘛，那个是青菜香菇了。这个你吃吧。今天又是大太阳呀，所以要做好防护。我之前都不做防护呢，所以晒得跟那个非洲人啊差不多的。我之前啊比回过去就要白的，现在比它又黑了。现在我们离开湖州市，前往太湖温泉区，去看美丽的太湖。这里是太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之前荷花姐姐在横店的时候啊，一直想做巡演，但是一直报名报不上。荷花姐姐是不是很想做巡演啊？是啊，一直在横店没机会。你看这一边，你身后啊，湖州影视城。对，这有个湖州影视城啊。今天我带你去做巡演，按下他们要不要巡演，过去看一下。好。这一个影视城也是那个民国的风格啊，但是看上去冷冷清清啊，不知道它是拍戏的地方还是旅游的地方。这看样子它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，这里有个游客服务中心。我看了一下那个门票。外地人100，本地人60啊。何果姐姐站在这个门口，是不是想进去啊？要买票啊。100块钱。100块钱。嗯。干嘛的进去？进去玩呀。这是一个景点啊，进去参观参观，100块钱呢。对啊。算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太湖边上了，前面这个圆圆的是太湖边上的一个酒店。像一个蛋，前面这个就是太湖了，它这个边上长了很多的芦苇呀，然后远远的看过去啊，这个太湖看不到边，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。环太湖绿道，没想到这一条道居然是专门给我们骑自行车的人建的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到这个湖边玩一下，好像这个边上很多的鱼啊，我看一下能不能逮到一条鱼吃啊。哇，这里有条鱼，死了，死掉了。我看能不能逮到一条活的，没有了。要是今天能抓到一条活鱼，那今天晚上就又可以吃鱼了。没想到今天下雨了，然后我们在这个雪上面躲雨啊，然后现在中午有点饿了，那早上还剩了一口油条啊，然后现在是点东西啊，这个是早上买的，这是糯米，这糯米我分你一半吧，一人一半。那今天中午就是这个糯米饭了，还挺好吃的，刚刚那一点点饭不够我们吃的，所以现在我们把昨天的剩菜剩饭热一下，吃完之后再洗行吧。看一下昨天剩了多少，我还剩了这么多。
吃了一个饭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午餐，还是很不好吃。这个味道还不错啊，好好吃啊、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啊，真的特好吃，凡凡啊。这里面不但有那个蛋和野葱，还有那个海带，还有笋。之前我姐姐都不吃饭的，今天吃的非常多了。今天好吃啊！是吧？对对对。今天放的料多。多姐。啊。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免费住宿的好地方呀。哪里啊？就是这个上面。上面。对。怎么上去呢？就是这里爬上去啊。怎么样，我姐？你爬上去看一下，上得去吗？上去吗？上不去。那我上去看一下。没想到这个上面这么大空间呀、然后前面这里发现了一串那个席子，之前可能有人住在这里吧。现在我要下去了，本来打算在这个里面露营的，但是里面太脏了。挺危险的，我感觉下来不敢下来了，上来容易下来难呀。怎么下来这个东西啊？掉下来了。小心一点哈。下来了。可以。突然之间下大雨了，何万姐，要这个下雨了怎么办呀？今天的话一下一天的雨啊。那赶紧找个遮雨的地方。我刚刚发现一个好地方，就在这个的下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好滑！哎呀我的天，这个地方还真的可以避雨哦。这个地方就是我发现的这个露营地啊。然后这里有一块平台的水泥地，现在这个雨越下越大，我们在这个冰上玩一下。这个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大舞台呀、然后那个对面呢是那个观众席，这个是一个露天舞台，然后这个舞台的边上就是菜湖了。今天我和何华姐又是住这个球洞，不过这个球洞的话相对来说干净一点，因为今天这个风啊太大了，很冷啊，所以呢就先把帐篷搭好了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又到了做饭的时候了。呀，煮个白米饭。今天没什么菜了，今天就炒一个辣椒。回锅姐姐说搞个虎皮青椒，放点葱的话香一点。这个香喷喷的白米饭马上就要煮好了，现在可以闻到一股米饭的香味啊！看一下这个饭，可以了。哎呦，洗一下锅，我觉得这个锅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开炒了，爆炒青椒呀、差不多熟了，放这个野葱了。好几十，放盐，可以了。这个在我们老家叫做虎皮青椒，我先尝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相当不错啊。就是有点辣，不知道何果姐姐能不能吃得来呀？把这个菜啊拿到那一头去吃，因为何果姐在那边直播啊。不管男人和女人哈，都来了。好，谢谢凡凡啊，谢谢。
今天真的好冷，今天在这个湖边，这个风特别大，又下雨了哈。哎呦妈，那辣椒太辣了。这个回我姐姐吃的，我操，这个辣椒受不了了，辣的她哇哇叫。我头上都要出汗了，辣的。回我姐姐看，完整的一个。哎呀，凡凡好喜欢吃辣。现在天黑了，回我姐姐她也不直播了，刚刚这一顿辣椒吃的真过瘾呢，把回我姐姐辣的，辣的真的受不了了。这个一天天的过得真快呀，一下就一天，一下就一天。现在要休息了。三更半夜的在这里放烟花。对啊，三更半夜的。真的在那里放烟花呀？他这个烟花放不停了。